回家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秀厨娘。西瓜的爷爷奶奶在家里干活干了好几天了，昨天打电话说想小西瓜了，我买一些肉，我们今天回家中午蒸包子吃。走吧，回家吧。好。好啊，都是拿好了你的衣服，给爷爷奶奶蒸大包包吃喽。戴上小帽吧，会不会晒呀？走吧。妈妈。妈妈没有手包，你看。妈妈拿着，然后呢？领着，妈妈领着呀。好，妈妈一个手拿着，然后一个手领着。嗯，妈妈抱着抱不了，两个手都站着。你看看妈妈怎么抱，一抱然后啪啪一下把西瓜摔在地下，怎么办呀？哎呀，现在看爷爷奶奶回来就开始那个了，正好爷爷奶奶回来了哈。哎呀，哎，买车了。小爷爷再走一杆吧。是啥爷爷呢？奶奶。是啥爷爷？想不想爷爷？想不想爷爷？想爷爷。想爷爷。爷爷你好。要不这样，爸回我们回来哈，让爸看孩子，然后我跟你去弄啥去。还是你挺忙的，忙一年。忙什么？反正也是看孩子，怎么也得有个人看孩子。我感觉我干活应该比俺爸能快点。哎，咱快一个也肉比恁大。我感觉俺爸干活是能站着看。你看看干什么嘞？今天包两种菜馅的，这个西瓜他爸爸不喜欢吃韭菜的，我们给他包两个茄子。妈，我买了一斤半肉，够吗？够啦。切好的肉分两个盆放，这个茄子得少包几个，少放点肉就可以了。韭菜馅里只放点姜就可以了。这个茄子馅的也要放点葱花、姜末，加点味极鲜酱油，多来点料酒，加点油，加点盐。搅好了以后腌上20分钟。这个刀就是刀，是吧？这个刀前边还能快点，后边还不快。顶配上面也来点油，再烙3分钟就可以出锅了。赶紧收拾好，一瞧桌上的饭菜都被小狗给吃光了。嗯，这啥味儿挺好，鲜鲜活食。等下去，我想吃饱了。爸，你们先吃，孩子要睡觉，我哄他睡觉。嗯。